又来这堆儿破烂的地方了，是不是这玩意儿？那啥呀？就这两个吗？还有个大块的，我记得，就那盏首饰长房，你在你家收拾出来的沥青块。嗯。啊，那我想起来了，还有。对，还有一个大块，我记得。对。啊，这玩意儿还用上了。咱家这堆破烂挺值钱，不一定就翻着啥能用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准备打算干收破烂的。行。啊，这儿。啊。就这个。嗯。主要是它。这好像是什么狗食盆的。对呀，锅盖。它有盖儿。哎妈，好几个盆子呢。就这个吧，这个看着不漏。嗯，这个应该就搁它，研究就行了啊。行，这是四根方的，准备做柱脚的，给它一会儿刷上油在底下的部分。行了，这就不用你了，那个。这你就会了呗。会了。先搁俩小的吧，这个大的先留着吧。OK， 我点火了啊。嗯，点火神器哈。哎，呼呼的劲儿老大了。那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？20多。好啊，你买20多的大火器那个。我就有喜欢的。你说纸啊，小伙子不低调呢。嘿嘿嘿。这个没有桶的，忘了这桶的好像烂了。哎呀，着的可快了。这小炉子我当时回来第一年买的，好像。等一会儿。等烧一烧的。对。已经化开了哈，多好。给它，哎呀！你咋拿的？别烫着。钳子。啊。哦。来看看。玩意儿黑乎乎的。给它搁在方子底下贴着。嗯。知道。就这么刷上就行，往上多抹点也没事，你不能紧贴地皮边儿。我知道，顶上去都行。啊、哦，整太多了难看。我都画好线了。画好线，它一样，你埋的那个地方，那还没刷完呢。你就只刷起点到那一块呗，我就觉得。就跟稀溜溜的水似的，像水似的。嗯。刷的越厚，它越防腐效果越好。嗯，在那儿就你这顶上不刷别的色吗？刷别的，那别的直接但青色有可能想刷清油，那、是把那嘎子覆盖上就妥了。你清油盖不上啊，你只能刷别的色了。这晾了一宿还没有晾干，趁着功夫我去把那个柱脚的坑给它挖出来，把门也先运过来了。挖出来金疙瘩了啊！挖出来啥都是你的。行。嗯。我这那更卖力了。嗯。妈，你快给他买一个金戒指啥的，让他挖个坑。看那小芽都长出来了，长出来小苗了。大概到这儿呗，再挖两锹。嗯。开始按荷叶了。荷叶看着就结实，特意找的大的，是吧？得按两个是吧？对。妈，这都是破板的，你看着可破了。嗯。一抱完，你看跟新的似的哈。嗯。里面还都没烂呢，那木头。我今天干活挺好，不冷不热的。对。不晒的什么。挺费劲哈，妈。嗯。好了，够了。下水泥。
门已经安好了，然后柱子也安好了，等着水泥干了就可以上帐子了。现在就等着这底下地方硬化了。这活干的反正是一般，因为第一次安装这东西不太懂，像这个地方应该提前给它整个横秤，那样安装就好安了，以后就懂了，就有经验了。